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一样。对，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企业的永续报告书，就是 ESG 报告书，对，里面的资料呢转成结构化的资料。原本的报告书是给人看的，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企业的报告书都转成结构化资料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拿来比较的。跨公司，比如说同产业，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知道石化业里面的各间公司，它的环境、社会和企业的表现是好还是不好。那有了这个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就可以开始推动，比如说政府在说积极碳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要怎么样。现在企业的表现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原本的，比如说2050的净零碳排的政策这样的事情？那因为现在的这些资料其实都是所在各家的，就是每一间基金公司或者是一些机构里面。那我们想做的就是让资料开放出来，我们不用让所有的人都做一样重复的工作，让所有人可以直接拿这一份资料来去做后续的所有的研究和商业。那因为做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耗人力成本，因为这些报告书其实是机器没有办法直接阅读，所以我们原本都是用人工直接自己看整本的报告书，看过程序去把资料填进我们的表格里面。那所以我们这边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减少人工看读报告书的成本，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之前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去做了好几轮的使用者的测试和 POC 的测验，然后来去确定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透过一个界面，它会包含了 PDF 阅读器以及你在填答报告的时候需要的所有的资料，比如说包含每一个栏位的关键词是什么，帮你处理搜寻，对，就是把整个流程全部自动化到全部整合到一个网页里面之后，让大家可以直接很容易的看说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碳排的资料，我就可以找到可能在三页，我去看这，我只要看这三页就好，不是看什么报告书，就减少大家花消耗不必要的注意力和精神，就可以更轻易的做。我现在正在用浏览器做这个节目。那我们现在使用者研究已经告一段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进入正式的 DD 的开发，就是要做出一个最简单、最精简，但是已经可以直接给我们真的目标使用者，就是我们会培训一群人出来帮我们来去建制这个报告书，会直接做出一个最精简的系统来，我们需要专业工人，来给专业工人来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征求，就是工程师们来帮我们一起。好的，那谢谢大家。